好，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街拍。可以。我们就在这里吧，就在这里。看我镜头啊。手机能不能放一下？好，看我镜头。哎呦。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狗狗 狗狗，我叫徐旭东。哦，你好。你这个唇钉是真的打进去的吗？痛吗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Hi， 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街拍。我。对。一分钟。就在这里，看我镜头啊！手机放下，手机放下，手机能不能放袋子里面？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行了，叫啥了？我给你看一下。对，可以吗？怎么称呼你？啊？怎么称呼你？张瑞。张女士是吧？张小姐。我叫徐旭东，拜拜。能给我 P 一下吗？会的。